san si t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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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 ti hom。那我们谈一下这个替身法。我们讲过这个佛法里面呢、这个替身的这个作用可以应用在行者啊，所有的行者修行之上。像这个我讲的这个生机法，什么是生机法？生机可以讲是人跟地灵互相这个补助的一个方法，补助的一个方法。比如我讲过，一个人啊，在这个磁场里面有360度，那么其中有两个方位，有两个方位是属于你跟磁性相合的，有两个方位是属于相排斥的，那么其他的方位啊是中等的。所以好像我们在看风水里面呢、这个摆这个桌子啊，摆一个桌子的方向，你平时坐的这个方向是合于你的这个方向，你的精神啊会非常的振作，而不会萎靡。不合于你的方向，你坐了也就会变成萎靡。所以一个人啊，本身来讲，利用磁场帮助你的精神跟生命力的，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方法。你大家晓得闭关呢，莲华生大师找这个闭关的这个岩洞，它每一个岩洞啊都是有地气的，都是有地气的，这个地啊都有地灵，那么地灵可以帮助你自己身体的灵性，以地灵跟你的身体灵性合起来，你在修行的方面呢，可以得到更高的成就。所以应该讲起来啊，这个生机法里面一样也帮助修行，一样也帮助这个行道的。所以我曾经讲过啊，把这个陀筏，这个精神的象征物，指甲，精神的象征物，你穿过的衣服，啊，你穿过衣服很久的，精神的象征物，因为你那个精神呢、已经附在这个筏、指甲，跟你的身体的衣物上面了。衣服久久以后啊，这个就可以做替身。你把你的这个衣物、头发、指甲放在有灵气的地方的话，因为灵气本身的前进跟加持力，使你无形之中啊，你的生命力跟你的灵性啊大增，而变成啊你自己本身很有福分。这个也是一种持的一个方法。我发觉我们每一个人呢、好像他坐在哪一个地方，他自然产生一种磁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要一坐就有相，就有一个点，就有相。那你在整个啊娑婆世界里面，不管你走到哪里，都会产生一种相出来。无形之中啊，南极北极啊，它的那个磁性啊跟你的身体常常合的话，
你的事业就会成功，你的修行就会成功。你经常背离这个你的生命慈相的话，那你的事业就会失败，你的修行也一样的是会失败。所以这个是生机法的原理。所以你懂得啊，地灵之道，你去看了很好的卸场，那你把你的生机放在那里，就是一个替身。你放两个地方就是两个替身，放三个地方就是三个替身。所以我讲过啊，这个师尊本身呢、啊，以前在台湾的时候，我自己本人就做了12个替身，就等于有12个生机。那这个12个生机呢，一直在接受那个地灵的那种力量的那种加持。你看看我在这个真活密院呢、啊，我写作的那地方那个桌子，写作那地方的桌子，刚好是我生命的慈相，就是我生命的慈相，方位就是我生命的慈相。每天我在那里笔一拿起来啊，灵感就如泉涌。我从来很少啊，说你坐上那个位置上面呢、啊，笔一拿起来、啊，这个脑袋就阻住，脑袋就空了。这脑筋就被塞了，很少有，因为你那个生那个地方吸引你的那一种力很强，你自己的力跟方向的力完全是配合起来的。你看我在这个啊，1982年以前在台湾，我写39本书。到了美国写到现在为止126本书，在这短短几年当中啊，每天写，那一种精神从何而来？那个力量在拉你，拉住你，你旺盛的这种生命力从来没有休止，你不会在你那个桌子上打瞌睡，不会在那个桌子上啊，坐上桌子啊、就想睡觉，人就很疲倦了。不会，生命力非常旺盛，你的脑筋啊非常的清晰，灵感如泉涌。尤其啊又有这个台湾啊那个地灵的那一种啊，那个宝穴，我做的12个生机的力量在那里加持，那种力一直在加持在自己的身上，方向也对，生机也好，这个都是替身法，都是替身法。所以一般来讲起来啊，你懂得这个生机法，还有一种是仆人法。什么是仆人法？你做了几个替身，然后寄在虚空之中，这些替身都来帮助你，这个就是很高深的啊仆人法。仆人法当然也是替身法，因为你化了一个替身，它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分身，你做了一个替身，这个就是你自己的替身，都是在帮助你的啊，这个东西是很奥妙的。当然这里面是有所谓的替身法，都是属于这个玄秘的一种力量，它无形之中它一直在帮助你的，这一种叫做仆人法。那么生机法是属于地理的，仆人法是属于虚空中的这一种灵命的。今天讲到这里，Om Mani Padme Hum。